副厂长可真厉害，是啊，就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会的，就是，多亏有他。是，你们在看什么？你还挺幸运的，新来的副厂长帮你修机器呢。副厂长。试一下。这里一颗螺丝松脱，还有之前有东西掉进去，卡住了机器，导致机器空转，烧坏一个零件，我已经换了新的上去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秦总监啊，不，秦副厂长，真是，哈哈，佩服佩服啊。总公司来的就是不一样，还有新来的副厂长帮你修机器，500万都省。你就是花小琴吧？秉承着承前避后、治病救人的方针，工厂这一次不会处分你，但是更换零件产生的费用需要你照价赔偿。哎，还不赶紧谢谢秦副厂长！谢谢。大家好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咱们厂新来的副厂长秦东海。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，我都知道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来改变工厂。只要有我在，咱们的厂就不会被关闭。副厂长，咱们就别画大饼了，你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所有工人都上工，什么时候我们能挣到更多的钱，什么时候发全薪的。就是啊，是啊，我知道大家都是工厂的老员工，我也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想要什么。简单的说，我会恢复老董事长给大家承诺的基本工资，后面还会有新的订单进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完成订单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赚到钱，我也希望工厂能够回到正轨，这个是我来的真正目的。秦副厂长说的对啊，有秦副厂长在，咱们厂一定会恢复到往日的景象啊！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！走走走，抓紧干活。